在5年后，当人们提起《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时，应该就没有人会弄混这到底是指两款同名游戏中的哪一款了。虽然今年的《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单人战役在画面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其他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设计失误，因为其乏善可陈的故事、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机制，以及基本上没有达到玩家预期的任务设计，游戏不仅没有达到令人难忘的2009年同名作品的标准，甚至还没有达到其2019年前作的水平。虽然它的枪战体验仍然一流，而且也有一些在开拓新领域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过于浅显。总的来说，《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的战役模式过分依赖《使命召唤》过去的辉煌，而没有重视如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在6小时的单人战役中，大部分时间里，玩家将被带离《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中的中东前线，转而来到墨西哥，这都得归因于拉斯阿玛斯贩毒集团的加入。他们在本作中充当了《幽灵行动：荒野》和电影《绝地战警》中典型的反派角色。他们卷入了一个涉及伊朗军火交易、美国导弹失窃和多国特种部队之间相互冲突的阴谋之中。这个故事的质量和前作相比有实质性的下降，因为《现代战争》中探讨了军事行动中的一些人性故事，并且也捎带着描写了为了保护平民世界而牺牲自己一部分道德精神的故事环节。相比之下，《现代战争2》就只着重于更宏观、更表面的战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结果就是，可能在短短30分钟内，你就能猜到这些薄如纸片的角色形象会上演的剧情走向。所以这一部故事带来的不太像是凯瑟琳·比奇洛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战争电影，而更像是迈克尔·贝的电影一样，充满爆炸特效的氛围。不过这并不代表玩家无法在故事流程中找到一些短平快的刺激感。无论怎么说，《使命召唤》的画面还是一如既往的顶尖，因此游戏场景从任何角度观察起来都非常精美。墨西哥的景色确实不错，但是游戏中在阿姆斯特丹的短暂停留才真正展示了《现代战争2》一流的图形处理能力，而这都要归功于制作组对细节的关注和华丽的光线照明效果。同样，正如你所期望的那样，《现代战争2》的射击手感也是业界顶尖水平，武器操作精确而有力，视觉反馈、物理反馈，特别是音频反馈，都是大多数其他 FPS 游戏难以企及的高度。这里应该特别表扬狙击枪和突击步枪，他们的操控手感前所未有的好，游戏中的武器库似乎无穷无尽，每种武器在反馈感和形式上都感觉与众不同，而任务设计很少表达出对某种武器的偏好，玩家可以在不同的枪支类别间更换。现代战争2将前作中较小的规模、更加真实的战斗交锋进行了翻倍，这使得现代战争2的战役有了明显不同的战斗节奏，有条不紊地搜刮房间物品，比参加大规模混战的次数要多得多。这确实表明了现代战争系列的特殊性，但是代价就是牺牲了一些原始使命召唤系列中令人难忘的枪战强度。如果不是因为增加了重甲兵，我会更喜欢这种变化，因为在能够实施致命一击之前，玩家必须先击碎他们的护甲。这种设定刚开始时像是很有趣的小难题，但见多了之后，他们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恼人的问题，不仅削弱了使命召唤长期以来见面必杀的高效传统，而且也破坏了那些小规模遭遇战所试图建立的真实感。不出所料，本作任务的设计也是令人钦佩的多样化，而且通常会引入一些新奇的设定，那些遵循了标准模板的任务设计通常感觉不那么尽如人意，而且显得有些呆板，比如游戏中有多个手点式的目标和其他相近的任务。不过还好，这类任务的数量被其他更优秀任务目标的关卡数量稀释掉了。虽然开发商 Infinity Ward 设计出大多数战役都有一个招牌任务，比如双狙往事、不准说俄语和清理门户等等，但是现代战争2似乎没有把任何一关做得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好的尝试就是独自求生这关，这是一个潜入关卡，任务目标是逃离出一个迷宫一样的塞满了守卫的小镇。刚开始时你完全没有武装，要在行进的过程中收集素材并制作各种 DIY 工具、烟雾弹、地雷、撬锁工具等等，并用它们顺利抵达出口。
这个任务具备了使命召唤明星任务的所有要素，但令人沮丧的是，在这一关中，你的角色受伤了，只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这使得穿梭于守卫的巡逻间异常疲惫。在其他关卡中，有一关包括了一场又臭又长的汽车追逐战，还有一个简短但是有趣的渗透任务，目标是进入到毒枭的豪宅中。当你伪装后与敌人擦肩而过时，颇有一丝杀手的感觉。但是现代战争二的大部分内容还是满足于重温过去的辉煌，有两个紧挨的任务就是复制了原版现代战争中的死神天降一关，其中你需要从盘旋的炮艇上对着敌人倾泻你的枪林弹雨，另一个任务需要你冲进一艘货船，这致敬了前代的不留活口关卡。还有一个任务明显是抄了双狙往事的作业，同样需要你躲在草地中，身边就是路过的敌人，然后就是对清理门户的多次引用，你要跟在两个盟友身后慢慢走上楼梯。这些任务倒也不是毫无乐趣可言，炮艇任务要求你枪法精准，因为目标往往和平民离得很近，而且在你选择如何使用飞机上配备的三种弹药时要深思熟虑。黑暗水域这个货船关卡中，集装箱在潮湿的甲板上滑动，关卡很好地利用了移动掩护，狙击任务火力侦察为你提供了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背包，为你清理大楼中敌人时提供了更大程度的战术选择，你可以用炸药破门而入，可以催泪弹丢入通风管道把敌人逼到外面去。不过我很希望看到整个单人战役模式中都能配备这样的一个背包系统。虽然我认为使命召唤系列的长处是线性场景设计，但是火力侦察展示出了 Infinity Ward 也绝对有能力在遭遇战中插入一些多样性选择，但遗憾的是这只是众多机制中的其中一个，感觉只是为了简单给玩家带来一点新鲜感，而没有考虑如何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一些更丰富的系统。它和一个只在一个关卡中使用过的战术背心系统串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在向战地致意，而不是为了任何战术上的收益。如果这两种机制都能被纳入到整个战役模式的结构中，那么每时每刻做出的微决策都有着提升游戏体验的潜力。最后一点，现代战争2的战役模式也比我所期望的使命召唤游戏有更多的 bug， 性能算是一直很流畅，但是我在游玩 PS5 版本的时候偶尔能看到一些难看的低分辨率材质在类似水这样的元素上出现。我还在最后一个任务的最后一个检查点时遇到了一个保存失败的 bug， 每次加载检查点游戏都会崩溃，所以我只能被迫从头玩整个任务。这些问题都不算是破坏了整个游戏，但都是一些小麻烦。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的单人战役模式达到了该系列的及格线，但是在每次扣动扳机的轰鸣平息后，露出的是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关卡设计。这些关卡过于关注复制以前战役的成功，而不是拥抱一些优秀的原创想法来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精彩任务。在其尝试创新了的几关中，也总有那么一些部分差强人意。不过总的来说，这是继2019年《使命召唤：现代战争》对《使命召唤》系列战役的精雕细琢之后，一部乏善可陈的续作，而且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现在我都开始逐渐忘了游戏中的内容。